修坚持第四十六，从四十六品看起。这一品经是副主流通，请看经文：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势力无为，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遭，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是世尊嘱咐弥勒及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们应当要护法，要护念一切众生。首先佛就为我们宣布，诸佛如来无上之法了，是指诸大乘法，势力无为无碍无着，都是如来与大菩萨们果地所证，波罗蜜是总指菩萨的修学，如六波罗蜜、十波罗蜜，波罗蜜是梵语，意思是究竟圆满。那么这大乘佛法很不容易遇到，非易可遇，不是容易遇得到的。能说法人也难开示，会说法的人也很难把大乘佛法了讲清楚讲明白。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境界达不到，自己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当然说不出来，不但说不出来，连体会也都难。第二，大乘法深广无尽，纵然是诸佛与大菩萨宣讲，众生业障习气很重，也很难理解。有这么多的事实，所以说是业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这是讲文法的人、受持的人能有坚固的信心，这也是很不容易见到的，也非常稀有的。持意难造，难造遇。
这以上通知大乘法门。下面呢，就说到本经，那是难中之难。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这是指无量寿经。也包含了观无量寿佛经跟阿弥陀经净土三经啊，这三部经啊是广大微妙法门，超过前面所讲的大乘之上，超过不仅如此，这个法门呢，就这三部经呢，是一切诸佛之所称赞。这一句话重要，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你要是明了这个事实，依照这部经典修行的人，必定呢也得一切诸佛之所称赞，这一样的道理啊。现在把这个经付诸汝等，交代给你们，传授给你们，做大守护，护法护人，护持经法，护持依照这个经法修行的人，嘱咐这些大菩萨要保护他们。这是世尊在法会里面明白的开始。我们今天依照这部经的理论方法来修行，就知道了必定得一切诸佛护念，诸大菩萨护持。这是世尊嘱咐他们，他们一定是依教奉行。为诸有情长夜立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苦厄，这个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这个段是嘱咐，如果要护念众生，那就不能少了这个法门。菩萨是六度心，常常存着度众生的心，念念希望一切众生跟自己一样圆成佛道，这是菩萨心。所以为一切有情众生长夜利益，这个长夜是无明微波，不能超越三界，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苦。菩萨帮助了这些人，莫令众生沦堕无趣，不要叫众生在六道里面轮回。无趣就是六道，六道里面太苦太苦了，所以菩萨要帮助这些众生了生死出三界。那要怎么做法呢？
应勤修行，随顺我教。这个我教啊，就是指的这部经。这部经里面所教导你的，你能够随顺，能够依教修行，就能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离苦得乐啊。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解经法。那么第一句是教我们要孝于佛，佛给我们的恩德超过父母啊。佛在世间为我们建立大乘，为我们建立净土，我们才能够得度。常念师恩，这是代代祖师大德把佛法承传下来，我们才能得到。如果没有这些祖师大德一代一代的相传，这样殊胜的法门，我们怎么可能遇到啊？所以对于传法的老师，这种恩德我们要常常念在心里面啊。传法之人当令世法久住不灭，法如何能久住呢？第一个，我们要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正果；第二个，要广为流通宣传，这个法是不灭的。当坚持之啊，用坚定的信心持而不失啊，无得毁失，要把这个法了保持的完完整整，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无得为妄，正见经法。这句话在此地我们读到了深有所感啊。在末法时期，现在人改经的很多啊，随意就把经文改动，古时候很少，现在很多。佛在此地这一句提醒我们，如果真正护法，对于经典不可以更动一个字，不能增加一个字，不能减少一个字啊，一定是原原本本代代相传啊，应当尽行受，信受奉行，做佛的第一弟子。本经过去有王龙书居士的回籍本，有彭绍生居士的戒本，
由魏源居士的汇集本，这三种本子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都有批评。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由正见进法啊，他们的汇集有时候把原文呢改动了啊，实在讲呢他改得很好，改的是我们看起来更容易明白，但是那个原文呢，如果他们开了这个端，开了这个例子，他们可以改，我们后人觉得王老叔可以改，我也可以改啊。他每个人都改几个字，这个经典传下去那就面目全非了。所以印光大师啊，是对于这个事很深的责备啊，呵斥他们，这是很大的错。那么因此下联句汇集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我们有不少同修啊，把这个五种原译本找出来对一对呀，确实他没有改动啊，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原文啊，就是重新排列重新主持就是了，字字句句都是原文，没有改动一个字。所以这个本子可惜印光大师没有见到啊，他这个本子汇集成功啊，印祖已经往生了，要不然呢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也许他会点头，这个本子还差不多可以流通啊。这个本子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就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无法如是做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后面这一句意思的确是很深很广啊，这个里面有禅的味道。常念不绝就是直念佛法门，包括行结求生，那么你得到皆是快速，你在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若发如是做如是说。这个两句实实在在是全经的总结，也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总结。末法如是作如是说，跟经一开端如是我闻，这个意思前后一贯，不是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事实真相。佛所说的法，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我只是把这个真相说出来而已，换句话说也是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一点，真相是怎样我就怎样说。
所以佛说的一切经呢，不是他自己想象的，不是他自己猜测的，不是他的预言，不是的，完全是事实真相。像《法华经》上讲的是如是啊，如是体，如是相，如是用，到如是因缘果报啊。佛不过就说这个而已啊，随意开端的如是，佛说什么，佛就说了个如是。49年就说了个如是。你要把如是两个字懂得了，所有佛法你都明白了。如来所行，一因随行。这个里面的意思也非常深广。我们今天专修净土，专求往生，也很正确啊。如来的心广度一切众生，假如我们有这个能力，对自己往生没有妨碍，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对自己往生有障碍就不行，没有障碍的话呢，可以随行，随喜功德嘛。因为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善根福德不一样。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这个智慧不相等，生活环境不相同，文化背景不一样，于是他的思想见解、欲望需求就各个不相同。因此世尊恒顺众生，言说无量法门，让一切众生个个都能满愿，真是大慈大悲呀。我们今天在无量法门当中真的是非常幸运的，能够遇到第一法门。这个第一句，我一生依这个法门决定永脱三界六道，圆证佛果，这就是第一了。可是对于根性不成熟的人，需要用其他法门来诱导，这个就是不佛所行。我们有能力，我们自己往生有把握了，也可以随行，可以用其他法门呢帮助不同根性的众生，但是这个一定不妨碍自己往生，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它叫随行，没有说是一定要行啊，随喜去做。众修佛善，要众福，要修善。众福修善，虽然对于我们求生净土也并不见得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认真的去随行。为什么呢？给一切众生做一个好榜样。众生在这个世间太苦太苦了，为什么这么苦呢？没福啊。
什么没福呢？他没有修善呢、啊。善是因呢、啊，福是果啊。他不肯修善，哪来的福啊？特别是我们现行这个时代，许多众生不但不知道修福、修善、种福啊。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这个贪嗔痴叫三毒啊。心里面已经充满了毒素了，他还能得什么好处？学佛的人对于这一桩事情应当是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在这个经里头教给我们习心易性，就是要把三毒洗干净啊。培养恢复我们真诚的心、清净的心、平等心、慈悲心，那你就有福了。福是从这儿来的，三毒里面决定没有福啊，三毒里头有苦啊，无量无边的苦啊。现在这个世间众生苦恼啊，苦恼的根源就是三毒。毒哪有不苦的？所以一定要懂得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我们学佛的人给世间人做一个好榜样，不仅是我们劝他要种福、要修善，我们自己做给他看，做个榜样给他看，教化众生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这是究竟圆满的佛善。若不能求生，不能生净土，这个善与福啊，都不是究竟。也可以说，世尊说经说到这个地方啊，教化众生的能思就可以说是圆满了啊，达到圆满了啊。这个幕后这个结论结得太好太好了。下面一段呢是偈颂，这个偈颂重诵，把前面的意思重复，用偈颂的题材再说一遍。请看经文，复会十文第四十七。二是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这个偈颂总共有八首，这是第一首。第一首告诉我们真相的是非，可见得我们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典，实实在在不容易啊。如要不是过去生中，往昔是过去生中啊，修福修慧，这个往昔我们在前面经文读过，时间太长，无量劫，
因为你曾经供养了无量诸佛如来啊。由此可知，这个时间非常非常的久远啊。要不是这样深厚的善根福德，于此正法不能闻。这个一句就是指无量寿经，不指其他的这个法门，专指无量寿经。净宗法门你没有那么深厚的这个福德根基，你遇不到这个法门。我们听了这个话要冷静地去观察，你看这个世界，现在这个世界将近50亿的人口，这50亿人当中有几分之几呀，在一生当中曾经接触到佛法，曾经听过大乘经典，又有几分之几呀听过无量寿经？这样一层一层的淘汰，到最后啊，没有剩几个人。你才晓得佛讲这个话了，有道理。一层供养诸如来，正是前面经文上所说的，阿舍王子供养400亿佛，才欢喜信此事。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个经典，生欢喜心，能相信，差不多也跟阿舍王子一样，你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如果你要是发愿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那你的善根福德决定超过阿舍王子500丈真，决定超过他。所以《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个不少到底是怎样一个标准？我们在这个经上啊看到了，他这个标准不是普通标准啊。你看看这个能够听到这个经典啊，听到之后能够喜欢不容易啊。但是我看看你们大家了，听到都很喜欢，都不容易。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这一首佛为我们说出来一些业障深重的人，换句话说，这一生当中往生的机缘他还没有，换一句话说他不能往生。哪一些深重的业障呢？佛在这里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是污，造作十恶业，这样的人不能往生。这个十恶业里面，身造杀盗淫，口业妄语两舌
恶口其言，意贪嗔痴。如果造作这十恶业的人不能完成，这是障碍。第二，骄，骄就是功高我慢的，这很自大的，瞧不起人的。这个经题上跟我们讲的清净平等觉，这个傲慢自大的人啊，心不清净，绝对不平等，那哪来的觉呢？这样的人是业障业重。第三个懈怠，懒惰，他不肯用功啊。虽然没有前面这个恶业，这一懒惰就糟了。所以菩萨六度精进就是对治懒惰的，懒惰的人这一生不能往生，往生要勤快念佛了。如果是你因为生活工作繁忙，实实在在没有时间，你也得忙里偷闲，要精进不懈。三辈往生里头说得很清楚啊，一定要精进，不能偷懒，累了就想休息一下，这不是好事情要认真努力去念佛。所以懈怠是很大的障碍，不要把它看清了。那么还有一个呢，邪见，这个倒是真的麻烦这个可以说是很重很重的障碍。邪见呢，对于这个法门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难信如来微妙法。微妙法就是指经中的法门，就是指的本经，这些人难以相信。他不相信，当然他不会发愿修成，他也不肯念佛。下面比喻，譬如盲人横出岸，盲是眼睛瞎的人，眼睛瞎人又在黑暗的地方暗中加暗，比喻前面这一类的人。这是世尊举几个例子，我们从这个例子里面去联想，这一些怀疑忧郁对这个法门呢怀疑忧郁烦恼习气很重，都会造成往生的障碍，是我们应当要警惕的，要警觉的，不能开导于他路。盲人自己都不能够认识路了，怎么能够指引别人的道路？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自己怀疑的人还障碍别人，看到别人念佛求生净土了，还要劝他
那个净土法门靠不住啊，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劝他去学禅、学密、学其他的法门，就是这个意思。一忙一忙啊，这个罪过就重了。你自己不认识路，走错了，堕落吃苦了，这是自作自受，还情有可原呢？别人走的是一条正路，没走错，你去障碍他，把他拉回了走一条错路，这要负因果责任。这个罪过是重，唯诚于佛种善根，救世之心方能修啊。第一下两手，佛为我们说明真正能往生的应当具备的是哪些条件。第一个是唯有，唯独成于佛众善根，这就是过去生中的前面讲的一乘供养住住来的，这是过去无量劫的善根。这一句话里面意思是双关的，现在呢又遇到佛了，到释迦牟尼佛，我们虽然释迦佛没有住世，释迦牟尼佛的经典呢留在世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就跟遇到佛没有两样，只要能够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行，跟当年亲近佛陀是一样的。遇到阿弥陀佛，遇到释迦牟尼佛，我们有一个强烈上求的愿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下化众生呢，就是底下这一句，救世之心啊，这个心是现行，方能修。我们能够帮助世间，世间这个时代大众极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哪一个病病得最重呢？贪嗔痴慢，这个病最严重啊！我们走了许许多多国家地区，我们所见到的人这个贪嗔痴是一年比一年增长啊！不是衰退呀，它在增长啊。贪而无厌，这个不得了。这个不仅是给社会带来动乱，会给社会带来毁灭的灾难。为什么呢？人人都去争利去了，这还得了？这很可怕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这个病根之所在，知道后果不堪设想，
挽救之道，就是把人心啊唤醒。他为什么会有贪嗔痴慢？他迷呀。如果真的觉悟过来了，他就晓得啊，这个是三毒烦恼，一切苦难的根源，这个不拔除就不能离苦啊。人生活在这个世界，原来就是要求乐的，求快乐的，求幸福的，用贪嗔痴去求，怎么可能得到幸福快乐？那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得到幸福快乐？用三学六度去求啊，你才真正能得到啊。三学是戒定慧，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就是戒定慧的扩展啊，应用在生活上啊，就是六度啊。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得到啊幸福快乐美满。因此我们这个救世之行就知道从哪里做起了。印光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就是在这个大时代当中，唯有净土才能救世人。净土的经论简要详明，简单扼要，也相当详细明白，现代人可以接受的。大经大论人家一看那么厚一本书啊，他就不想看了。阅读的意愿就没有了。现在的人心浮躁啊，所以你给他东西越少越好，越有效果。太多太复杂了，反而收不到效果，所以要简单，要扼要。因此这个净宗经典非常契合于这个时代，这个念佛法门简单明了啊。处世待人行门里面的纲领我们定的也非常简单，三福六合。我们修行，修行从哪里修起？从三福修起，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从这修起。世尊所说的那些障碍习气我们通通都没有啊，然后三归五戒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度众大乘，我们从这下手啊，可见的这是很踏实的行门。我们真正能得福，真正能得自在啊。文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
前面说的很多，说的很详细。佛这样教导我们，文艺我们听到这部经典，听了之后要接受，完全接受，不能接受几分呢？要完全接受。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以及过去大德附加的普贤菩萨行愿品、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这个无尽一论的，都是无量寿经的补充。佛祖唯恐我们对这部经不能够透彻的理解，读诵大乘，读诵其他的这个四经一论的，使我们对于无量寿经更深入、更透彻的理解，这是让我们全部的接受，百分之百的接受。接受过来之后，就要依教奉行。不但是净行受的依教奉行，这个净行受，我活一天我就做一天。我们要发大誓，生生世世依教奉行，绝不违背呀！这不只是一生一世啊！发这样的大誓愿，给诸位说，那就跟大势至菩萨同志了。大势至菩萨生生世世就修这个法门。这叫持啊，永远保持。记书写，书写是流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这个法门辗转流通，使这个世间一切众生都有机缘遇到这个法门，都有机会呀读到这部经典。我们给他机会，给他因缘呐，这个功德无量无边的。所以这个经书，我们要大量的印，不断的去印，现在不必书写了，书写很不容易啊。你看这个加拿大长老居士写这个无量寿经，写一本花了10个月的时间啊，才写一部啊，这非常难得。他是个当代的书法家了，那个字写的实在是好。以我们这个古时候流传的小楷《临飞经》啊，还写得好。你把那个字帖跟他比较一下，他比《临飞经》写得好。这是高度的艺术品，所以他写的经，我们都把它印出来，我们印了很多，很大的数量。那么像这样的艺术家呢，的确他写下来好。永远保存流通，让人家看到这个经本呢，不能生欢喜心。这个是无量功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流通的责任。读诵，读是对着经本，
我们每天要读，诵是背诵，不要看经本，我能背得出来，背诵，背诵，读诵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要用真诚、亲近、恭敬心，接受佛的教诲。这个经典就是佛的教训，我要用恭敬心、真诚心、亲近心接受佛的教训，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这样读诵会开悟啊！所以是诚字灵啊，心诚它就有感应。何况这部经你念一遍，那个密宗里面讲灌顶啊，就是诸佛如来啊给你灌顶一次啊，一念两遍呢，就是给你灌顶两次，一天念十遍就十次灌顶啊，比那些喇嘛仁波切高明太多了，是吧？这个要知道，灌顶的意义要懂得，不是在你头上撒几滴水，那叫灌顶啊。那是个样子，那表法啊，那是个样子。哎，如果撒几滴水是灌顶，你们新加坡这个天气很热，每天冲多少次凉，那个那不都灌了吗？那是大灌顶。所以这个灌的意思是慈悲加持，顶啊，最高的法门。灌顶的意思是佛以大慈悲心把最高无上的大法了传授给你，这个意思叫灌顶。那么这个经我们晓得是如来所说第一经顶法了，没有比这个更高，真的是顶法了。我们恭敬这个读诵啊，就是一切如来为我们灌顶一次，这个是密宗的大法了。赞引，赞是称赞啊，称扬；言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做到，言是表演。我们把这个经里面教训通通在生活上都做到，让大家通通都看到了，这是一做给别人看。你看看读诵赞叹，这是言教啊，言是身教，底下供养，言并供养身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给别人看。供养里面一定要遵修普贤菩萨法供养，至少要把法供养的器具都能够做到，尽心尽力去做。这器具里面最重要的如说修行，佛怎么样说我们就怎么样做啊，这就是总纲领。同时我们以供养的心，供养诸佛的心，供养一切众生，如是一心求见法，决定往生极乐国。加持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
谢能超啊，如是像前面所说的，善根福德因缘，夜夜回向西方，求生净土，这就是一心求净法。我们要全心全力去做，在这个世间，我们何一天我们就做一天自己求生净土，帮助佛戒引众生，佛弟子在世间就这么两桩事情了。无论是出家是在家，无论男女老少，无论哪一种行业，我们都要存这个心，都要有这个意念啊，把这个正法传播弘扬，尽心尽力地介绍给别人。经里面的句子，好的句子太多太多了，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小卡片，经济实惠，小卡片到处送人了，你送一本经给人家，人家不学佛的人他不接受啊。你送他一张很精美的卡片，看看这个很不错，很喜欢，上面印的几句话，他就落在八十点钟。我们有这个心，我们经常这样做，这个非常有意义，与佛的教诲完全相应，这样才能保证决定我们这一生当中生到佛国啊，往生极乐世界。后面这两句前面长行文里面我们也念过啊，所以这属于重诵。假使大火满三千，这是遇到大的灾难了。佛在经上跟我们说，这个大的灾难有小三灾，有大三灾。这个是讲的大三灾。小三灾是什么呢？是刀兵劫，刀兵就是战争啊。瘟疫就是传染病，第三呢就是饥饿，这人没有东西吃，饥饿，这小。我告诉你，这个小三灾来的时候，这个刀兵劫是七天七夜，七天。瘟疫呢是七个月七天，饥饿了是七年七个月七天。在从前我们在经上看到这个想不通，自古至今在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不知道有多少啊！过去我们跟日本人打了八年呢，
那都不算是道宾期。十几年前我到日本去访问，到长崎广岛去看了一下，这恍然大悟啊，原来佛说的小三灾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核子战争啊。大概这个战争呢只有七天就结束了。那么带来的呢，这个原子尘啊，这个原释佛尘的后遗症呢，那就是传染病。7个月7天之后，你要不死的话呢，那你还能活住。一般的时候啊，在这个时间决定不能避免。如果你这个被这个它这个光线照过之后的时候，是很难存活的。核子弹炸过的地方，确实8年之后，这个地上才长草。所以核子弹炸过的地方，核子尘落下来的地方，这个土地草木不生的，要过7年7个月地上才会长草，人不活活的饿死了。所以原来世尊讲的这个小三灾啊，就是指的核子弹。你看3000年前他就说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这个大三灾啊，那是整个宇宙的灾难啊，像星球跟星球的撞，这个对撞，那个麻烦就大了。佛跟我们说，它是水火风啊。这个第一个是火灾，火烧到初禅天，这叫借火。就是很多星球都消失掉，都毁灭掉。水淹二禅，风吹到三禅，到四禅，四禅没有三灾，四禅天的福报大了，四禅叫福天了。这是讲大三灾当中的火灾，火烧到初禅。假使大火满3000，这是举的比喻。念佛的人、行善的人、修福的人，都能够得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啊，不会受这个灾难。世间有这个灾难，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两句给诸位同学们说明，我们可以把它看成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开的保证书，保证我们不遭难，保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我有把握往生，人家问我法师，你为什么有把握往生啊？你的功夫到什么程度啊？我没功夫，不是、啊、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呢？有保证书在此地。你们大家手上拿的保证书，你不识货，我不认识啊。我识货啊，是啊，我有的保证书在手啊，决定的事，只要你能够深信不疑，依教奉行，没有一个不能成的。过去善导大师讲啊，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
声闻意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这底下两首是叹佛智慧深，佛的德行高，如果我们对这种事情认识清楚，不能够肯定，你就免不了啊要怀疑。怀疑正如前面经上所说，那是菩萨最大的障碍。那么这部经是如来深广智慧海的究竟圆满的显示啊。这部经啊，那么在实体上就是指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是如来深智慧海中所现的境界，这是为佛与佛乃能知。所以十方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称扬阿弥陀佛，十方一切诸佛都劝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里包含了等觉菩萨求生净土啊，亲近阿弥陀佛。什么原因呢？就是西方世界一真庄严是如来深广智慧海中所现的境界。这本经当然也是智海里面所现的这个经文呐，唯佛与佛乃能知。我们要深信不疑啊。声闻就是前面经上所讲的，像舍利弗啊，目犍连尊者。神通广大，他们这些人一劫，就是讲长时间要想享佛的智慧他也办不到啊。前面我们在比喻当中读过佛的比喻，我们要细心体会。佛说目犍连的智慧能够在一天一夜将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的这个数目他能够算出来，三千大千世界，这是个阿罗汉的能力啊。假使十方世界一切众生都证到辟支佛果，能力都像目犍连，大家共同来计算，算西方极乐世界人数，算阿弥陀佛的数量，给他千亿劫的时间他也算不出来，
这个话我们能相信吗？如果从一般理论上来说，我们相信，决定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佛度众生呢是缘分，佛之出现就像普门品里所说的，定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阿弥陀佛在西方世界现佛身，跟阿弥陀佛有缘的人呢，在十方世界无量无边呐。阿弥陀佛在那边成佛，要把这些人通通都成佛啊！他到什么时候才能度得完呢？无量劫，寿命无量啊！所以你从这个地方去想呢，那个无量寿啊，那个寿命就真长了，那个不是假的。确确实实如佛所说，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尽他神通的力量也没有办法测度。过去李老师讲到这个地方，他老人家说，如果修学其他宗派的，对于净宗这个事情他没法子理解。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祝福果地上正道究竟圆满的佛国了，那个功德他自己知道，一切诸佛知道，等觉以下的菩萨都不知道，何况阿弥陀佛啊！唯有世尊能开眼，这个意思就是菩萨能说法，阿罗汉能说法啊，祖师大德也能说法，这些能说法的人要讲到如来果地上的功德呢，他也没法子说，太说不出来，除了佛力加持了，佛要不加持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那么诸位想想，这部经就是如来功德啊！前面讲的是如来深广的智慧，也是如来的功德。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以及净土三经呢，都是如来的智慧功德啊！我们能说能闻能解，能信，全是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啊！得不到如来威神加持，菩萨都没法子说啊！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呢？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这个事实我们要常常记住，常常用它来检测自己，勉励自己，这人生非常不容易啊！佛在经典里面许多的开示，许多的比喻，这人生真的不容易，人生失掉非常容易啊！
人生是难得而易失啊，很容易失掉。失掉之后再得人生，太难了。这人生要遇不到佛法，实在讲也非常可惜啊。人生之可贵，就是遇到佛法了，容易开悟，容易接受。佛法很难遇到，佛难知，信会闻法难中难。你闻到佛法了，你能够相信，你能够开智慧，你能够依教奉行，底下这个信会文，这个文是菩萨的文慧，包括文思修，文思修是一二三，三二一，难中难，太难太难了。这些难我们都突破了，这些难关我们都突破了，我们都得到了，这才知道这是何等的幸运。若度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这一句实在说到了极处了。前面跟我们讲的修普贤行，真修普贤大事之德，行普贤道，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这个地方超普贤了，超过了。怎么超过的呢？依照这个法门修学，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的人，当作佛，佛超过普贤菩萨。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是不是真正的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只要做到这两句，这个人呢，就当作佛了。他行超普贤。这个登顶啊，往生不退成佛，一定有这个法门，你才能真正的超越。不但超越一般大乘菩萨了，连普贤菩萨都超越了。这个真是赞叹到极处了，没有法子再赞叹。我们听佛这样的 说法，再要不相信，再要不发奋不认真努力呀、那怎么对得起佛啊？怎么对得起历代祖师代代沉船？真的对不起，也对不起自己。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遇到这部经典，无量劫当中能遇到一次就不容易，这次遇到了，遇到了要知道珍惜，要认真努力。下面呢，佛劝勉我们：是故莫闻不至事，应信魔教如神。
根据是佛劝勉一些立根的善友，这些菩萨们，他们是不学光文，有广大智慧的一些菩萨声闻。换句话说，修学一切其他大乘法门的人，佛劝他劝他回头啊，劝他念佛啊，就像这个《华严经》上，普贤菩萨最后十大愿望倒归咎，普遍的劝导这个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啊，应当要相信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相信我教这一次的教导如实也，这一次教导是真实的。那换一句话说，那这一次之外的呢，之外是方便数啊，方便数，这一次是真实说。世尊在法华会上曾经说，法华开权显示啊，法华以前佛的方便说，法华呢是真实说的。那么这个经跟法华一比呢，法华是真实说，这个经是究竟圆满的真实说。学华严学法华了，也要回过头来皈依无量寿啊，文殊普贤做了一个好榜样啊，我们怎能不皈依啊，怎能不回头呢？佛在此地这样的劝导，不是妙法信听闻的幕后这个四句偈总结了总结全经了，这个妙法就是指点无量寿经了，我们很幸运，无比的幸运啊，今天能够听到。一定要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里面的道理方法境界都清楚了，应常念佛而生喜。这是自己的受用，你要是真的听清楚听明白了，以下这一句是必然升起的现象，你一定会念佛。不要人劝你，不要人教你，你一定会念佛，而且呢你一定会有法喜充满。换一句话说，你在现在这个生活里面，你一定会生活得非常快乐，非常欢喜。现在得的果报，你看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乐现在就得到啊，现前的快乐啊，你所有的忧悲苦恼通通没有了。为什么？
为什么呢？六道轮回清楚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清楚了，我下定决心学离六道，取西方极乐世界，这叫开悟了，真正觉悟了。这个世出世界一切法通通放下了，真正的觉悟，所以他生大欢喜心啊，自己的度。就像前面跟诸位说的，我们西方世界已经注册报名了，决定有份的，他怎么不欢喜呢？世间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欢喜的，这个事情是真的。住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啊。上面这一句是话堂，利益一切众生啊，应常念佛而生喜，自利，自利必定有利他。我们说持广度生死流，这个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生死的众生，我们用这个法门，用这个经典来帮助这些人，使他们一个个都能够脱离生死苦海，往生不退成佛。这个就是行菩萨道，我们能这样去做，以这部经典自行化他，佛说这个人是真善友，善友就是善知识，是真正善知识。善友出自于华严经，善财童子不是三餐，所参访的都是善友，因此善友就是菩萨的别名。那个五十三位善友啊，都是化身八四啊，他们所示现的是原教初住菩萨到等觉菩萨，都称之为善友，真善友啊！华严会上善财童子所参访的善知识啊。再看幕后啊，这一篇文经回忆，二是世尊说此经法，这是把这部经说完了。这一篇是集戒的人，就是集戒经的人，他的记载。记在《佛说经》盛况，而时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的这个时候，说这部经，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莫由他意众生，原理成狗得发眼睛。这个是与会大众，有人有住亲，由他方世界来的菩萨声闻者，经上所记载与会的这些四众弟子，出家的
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优婆塞、优婆夷，这个四众弟子有20000人，这个法会上有20000人，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菩萨声闻、天龙八部，那个数字那就不知道有多少参与这一次的法会。阿难尊者在这里记载的，那么大众啊，这些大众根性不相同，这利益呢不相等。这一段是讲的小乘人，这小乘的利益啊，与这个天上人间有12000那一陀利益众生，这个数字也是天文数字。年里成狗的发言心，成狗是烦恼的名词，年里成狗啊，就是见思烦恼断了，断多少不一样啊，有人断得多，见惑有88品，思惑有81品。听了这个法门之后，多少都会断一些，断的多少啊，各个人不一样。断惑就得法眼净了，心地清净了。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6800比丘故乐已尽，心得解脱。那么这还是小乘。从这个地方看呢，这化缘尽应当是初果，虚脱含果。有20亿众生得阿那含果。这是正小乘果位的，有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这是正四果阿罗汉的。四果阿罗汉诸漏已尽，见思烦恼断尽，心得解脱，这是正小乘果位的。小乘根性的人听到这个法门也得利益。下面呢，就是大乘根性的所得的利益呢，超过小乘人。40亿菩萨与50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这是得不退的利益。菩萨有3不退，第一个是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第三个是念不退。这个地方是至少他得到了行不退。所以行不退呢，决定不会再退到2乘，生生世世行菩萨道。何况在这个经典里面，是发了心，一定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啊！不但是行不退，必定也达到念不退。我们从48愿，从本经呢这个开示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菩
菩萨决定能得这个三不退。二是五亿众生得不退忍，那么这是讲得不退忍的利益。忍就是心定在这个法门上，承认这个法门，不会怀疑依照这个法门修学，不会退转这个就是得不退转。底下这一段好像就是说的是我们大家，所以我们也包含在这个法会之中啊。四万亿诺由他二千众生，若无上菩提未曾法意，今时初法，更不善根，念生极乐，见阿弥陀佛。你看我们是不是这个人？我们在没有接触佛法的时候没发菩提心啊，接触佛法之后也没发菩提心啊。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成佛的心你们有没有发心我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佛你有这个念头呢，那你就是发菩提心怎么样成佛呢？念佛往生净土，你就成佛了一点都不假了发这个心啊，才叫发菩提心。过去没发了，学佛之后也没发了，现在听了发了，没发了没有？没发，现在发了。一定要发成佛的心，这一生当中决定要成就，有个坚决的意念。今时初发，现在才发，种种善根，这个种种善根就是信愿持名。本经里面教给我们的一向专念，菩提心发了吗？现在接下去一向专念，那就是种种善根，如数修行一向观念，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我们的愿就满了。这个下面呢佛就给我们授记了，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这个佛给我们证明了你能够发心能够这样做，你们都当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彼如来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国。过于一方四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这是讲我们娑婆世界有这么多人的初发心，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世界无量无边啊，哪个世界与你有缘？哎，你看看那个世界的众生，愿以佛身而度错之，你就到那里现佛身，到那里去成佛去度那边众生了。这尊佛叫什么名字呢？叫妙音如来，同名，同名妙音如来。所以我们的皈依皈依证上啊，那个妙音的法名就是从这儿来的你们拿到皈依证
妙音居士。你看你们的名字在无量寿经上，这还假得了？我们就不假了，是不是？这名字在无量寿经上啊，这你们将来都成佛了，都是妙音如来啊，你现在都是妙音居士，因果相应啊，我们的法名是从这来的啊。由此可知，这个经呢，与我们都密切啊。这个经就是佛给我们自己说的，不是给别人说的。这个是皈依法名的来源就在此地啊，这个妙音出在此地。妙音是什么呢？妙音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个音妙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依这个音声往生不退成佛，还有哪个音比这个更妙呢？我们要知道，常常把这个音呢念在口上，让一切众生都听到，妙音就是念佛的音声，不是指别的，就是指这个音声。佛有十方佛刹，这个再说普遍的这个利益，利益真的是无量无边。若现身即未来生，现身呢是现在往生的，未来是将来呀、遇到这个缘念佛往生的。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持那有多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这是世尊告诉我们，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有这么多人去往生。那由此可知，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想想这个状况，思维这个境界，才略知这个法门所谓广大不可思议，我们才能略知一二，实实在在是一切诸佛境界都不能为比呀、一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须俗念因缘具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一句是世尊为我们做十方世界众生得度的总结论。此皆他方，一切念佛往生的人都是过去生中跟阿弥陀佛结了有缘呐、现在因缘成熟了，所以这个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果，从这个地方显示出因果不虚。如是因得如是果，我们念佛，一佛念佛之音，
一定得见佛往生之果，因果相应。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这下面是阿难尊者记载法会圆满示现种种不思议的瑞相。第一个瑞相呢，就是大千震动。这个大千是不是我们这个地球啊？不是世尊讲经这一个地区啊，三千大千世界。那么这个震动有六种震动。这个六种震动经论里的常数，读经的同学常常见到，假如不晓得这个意思，你就会怀疑，不但怀疑还恐怖。为什么这个地呀忽然起来了，忽然落下去了，忽然一摇动了，这大地震的，这不得了，这不得了，这是比喻，不是指，是指人心震动。啊，佛为我们说这个成佛的话，从来没有听说过，兴奋的意思，啊，感恩的意思，是说人心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听到佛说这个话就没有不感动，没有不动心的，是这个意思，比喻这个意思。那么第二种呢，种种神变，啊，这个神变呢，都是一些护法神，啊，这个变现的，种种面相，庄严道场，啊，这个是凝聚了人心，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光明普照佛光普照的地方，就是佛法所在之处，特别是这个经典这个法门，是十方一切诸佛共同弘扬共同称赞的，所以佛说这个经就感动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光光护照尽虚空遍法界都在佛光之中，而这个光显示无量寿经，显示诸佛智慧功德不可思议，复有诸天，是天人赞叹供养，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复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喜界恶闻叹未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这是天人。在道场闻法，以听乐天花庄严道场，赞佛赞僧，就是称赞三宝，这个是法会无比的瑞相。尊者阿难，弥勒菩萨，这两位是当机者，是法会的当机者。阿难
要负责乘船经典。弥勒菩萨在本经受佛的嘱咐，要护持经典，要护法，要护持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那些人，要护法护人，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嘱咐给他。所以我们修净土的人，念佛求往生的人，一定得弥勒菩萨与诸大菩萨的拥护。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我们要效法，要学习，要像当年参加法会的大众们一样，听到佛说了这部经之后，当然生大欢喜心。重要的是决定相信，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就是前面所说的，我们皈依。无数修行，那就行了，我们发挥到今天呢圆满了。